明仔啊，你哪袂困啊？啊，平常时这个时间吼，你早都唔知困去倒位去。哎呦，可能就是忝过头，等到困袂去啦。拄仔我咧想哦，你咧想啥？明珠，拄仔吼，我感觉今日今日看你个眼神都无同款哦。有比以前搁较温柔呢，啊，前红熊是叫你去散步，你两个讲啥？是要讲啥啦？啊，伊就叫我吼，好好读册，莫去辜负着先生你。到底是莫辜负先生对你的期望，还是伊对你的期望啊？你是不是讲唔对去啊？伊对我是有啥物期？有啊。譬如讲哦，希望你会当嫁予伊，会当名正言顺做咱祖三岁的接班人啊。米霞姐，我即马只是一个学生，是要安怎嫁人啊？你哦，莫想想知无？哦，是哦。安尼想想的吼，时间嘛过了真紧呢。你即马哦，拢要去读祖山学校啊。会记你大个时阵，拢阁去安尼啊细汉。即马拢已经超过十八姑娘一朵花啊。是呢，已经七年啊。我会记我来的时阵才国小毕业。啊，过一个年哦，我嘛要24岁啊。伫个庄卡，即年岁还袂嫁人，拢叫老公。米霞姐，恁家的人搁予你压力哦。其实吼，近两三年，阮阿母一直叫我去相亲，啊，不过我拢无答应啦。啊，今年初，阮大汉小妹嘛要嫁啊，厝内就干那剩一个减我6岁的小妹，所以大家吼拢甲注意力放伫我的身躯顶。啊，昨日吼，佫有人来甲我讲，叫我找时间同去相亲。我感觉你会当去相亲看卖啊，无得卡会拄着袂歹对象啊。我才无爱嘞，我要自由恋爱。哇吼，可以当我的白马王子出现呐！阁是白马王子？我希望吼，我的白马王子会用神骑白马走三关来找我。只是吼，唔知影伊即摆骑到倒位去啊。米霞姐，你莫着急，我相信吼，你的白马王子即摆伫骑白马，紧来找伊心爱米霞公主。真的啊，那安尼我希望伊咱骑较紧嘞。哎呦，伊讲真了啦，有时阵是要看缘分嘞。呀！我是你阿姊啊！我就是在做。小手的面容，该好好牵你的手，不舍让你。